李光洙和李善斌在2018年认爱，一直秉持低调放闪的他们，偶尔会在采访中提及对方。每每超甜的话语溢出，不止闪瞎大家，也让他们成了被网友疯狂催婚的一对。最近李善斌就在 IG 晒出三张黑白色系的男友视角照，让大家看看又美又逗趣的他。不过最吸引众人目光的还是封面这张，只见他遮住半张脸的这只手上竟然出现了戒指，虽然只是用花花草草组成，但还是掀起网友暴动，忍不住留言疯猜是光洙送的吗？还说当他把手摆成那样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他订婚了，开始敲碗两人快点结婚。其实在今年一月，李善斌去参加完普信会崔太俊的婚礼后，就曾晒出两人的高清幸福婚照，写下我今天也流泪了，为什么会这么感动想哭啊？当时大家都纷纷调侃他是去见习婚礼，狂说接下来就是你和光洙欧巴结婚了，希望这对神仙眷侣不要让大家等太久哦。